今天刘浩东不在家，跟他的狐朋狗友出去喝酒了。我自己一个人点了外卖。其实我现在就喜欢他不在家，他不在家太好了。反正他本来在家里只有一个作用，就是把家搞得乱七八糟。他出去了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正好。还没发现我呢。哎呀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吓我的一跳啊！哈肿了，脾气挺大哈，还扔我的快递啊。嗯。哈叔叔了，没哈叔叔在那儿，在这哈点。嗯，不哈了，哈多了，哈睡了。气死了！一岁到月大头了是吧？一是你付钱的吧？我请俺伙计们吃个饭，哈个酒，哪么了？天天吃饭你付钱？月大头，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月中，行不行？哦，这也可这也可以。哎呀，今哈个时候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十二点多了。俺一喝酒喝的就是那种氛围，是吧？嗯，不到半夜不回家，你哈个就是你得拉管，慢慢拉着管，吃着花生米，吹着牛是吧？啊，这样这才叫幸福，这才叫生活。你说哈个半小时，两瓶酒哈多了，都没哈出什么感情来。哎呀，你不用半个小时，那也不用哈五六个小时吧？五六个小时小的，本来计划今天晚上通宵的，再去卡拉 OK。这家这你通宵多好，你回来干嘛？我这会儿也不想见你。这不某个人要吹我，问我上哪儿了？你说今后反人不欢而散。哎呀，我是看明白了，这俩人啊，咱们说呢，反正我个人感觉我是配不上你，挣不着什么大钱，是吧？然后条件也一般，是吧？模样呢，长得也是一般。你说错了，不是你不是一般，你长得挺丑的。我的粉丝都说你长得非常丑。啊，长得挺丑的，反正就是配不上你呗，配不上你。你觉得你配不上我，你还不拿我好点儿？这不给你这么长时间的自由空间吗？哎呀，看着孤独的背影，也不知道他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心的。说完了就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也没玩手机，也没睡觉，看样子还让人有点心疼。我说你没睡觉吧？你干嘛得睡了？准备睡了？别装，我知道你睡不着。我能睡着，你只要离我远点就行了。咱俩正好谈谈心，这么晚了。哎呀，心就不谈了，太费。